说话，没话说，是没话说。鸡同鸭讲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哎，谁呢？干嘛这是？啊，对，像小杨姐、李总还有二位老三，都是感谢父母。怎么了？可能被刚刚那个夫妻气到。正是因为被那种人气到，才更要感恩你们。彩琳娜，从你手里买房的都是财神。哎，这是我的44。我知道公司那个女人都是不给你钱的。